今天田毅要介绍的特调红茶、特调奶茶还有红茶拿铁。特调红茶的成分有麦芽糊精、红茶粉还有香料跟糖粉。特调奶茶有红茶粉、香料、糖粉及奶精，还有坑比基淀粉。红茶拿铁的成分有红茶粉，还有香料、糖粉及全脂浓。在口感及特色方面呢，我们特别选用的红茶粉，香气很香浓且琥珀色。在红茶拿铁跟特调奶茶部分呢，我们经过实验多次的调配，然后以绝佳的比例搭配牛奶及奶精，融合成意想不到的绝妙风味。做法呢跟材料非常容易的取得，而且方便操作，随时随地都可以畅饮上一杯，是下午茶不可或缺的小确幸。在做法方面呢，我们是以粉跟热水以1:8的比例均匀搅拌，就可以完成的。大家好，今天田毅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三支产品，是椰香咖啡粉、摩卡拿铁咖啡粉跟香草咖啡粉。然后我们里面的成分呢，大致上有椰香咖啡粉有奶精，还有咖啡椰香、香料、糖粉，还有修饰淀粉。然后我们的摩卡拿铁咖啡粉有奶精、咖啡，还有修饰淀粉及糖粉。那我们的香草咖啡粉有奶精、咖啡、香料，还有盐粉、糖粉及修饰淀粉。我们的椰香咖啡口感甜蜜，可以加上适当的比例的奶精或是牛奶，可以更持风味美味及香醇。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摩卡拿铁咖啡。市面上呢，我们有分为摩卡跟拿铁两种咖啡，而这一次呢，我们就是把它作为混搭。像这一次产品呢，它是属于意式咖啡的变种，是由1/3的意式特浓咖啡和2/3的奶沫组成的，而且还会加入少量的巧克力粉，而它是在意式咖啡中是最花俏的。然后这一次使用的混搭呢，会使口感呢带有浓浓的咖啡香，而且又有巧克力的香味，在口感上会有不同的变化。而它在做法上呢，我们是用1:7的比例，就是预拌粉是1，然后热水是7，搅拌均匀之后就可以完成了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为大家操作以下的饮品。